30 的进度，30前，1987年的11月初二，台湾的三间电视台总算开始制作20到30分钟的台语新闻。虽然结果是半点钟，不过迄当阵的电视节目制作规范内底有，逐天中昼播送10分钟的方言新闻，也是农情报道、农业气象的规定。这三间电视台伫向时安尼做，其实是为古董的速播套房真要紧的一步。30天过去啊，咱想要问，即马咧？咱拢知影，国民党政府伫战后做语言屠杀，迫害本土语言的历史。这个政策包括伫媒体限制台语的使用。台语是咱台湾上界有代表性的语言。家己台语身上的结，30天前透开啊，结果30天后，咱看到的是甚物款的光景？照这个世界上一般的道理甲想，去一个所在开电视，伫新闻的时间，也是看新闻台，听到引用在地上有代表性的语言放送。敢毋是生成的？敢毋是介正常的？咱请问，伫台湾要看到、听到台语新闻，有简单无？有思想无？真恶，敢毋是？这毋若是时段真有限尔尔，而且真侪新闻伫报的时，简单主播讲台语，连线的记者、影片的口白，定定嘛是华语三个一直连。因敢有伫甲讲，即节是台语新闻？因敢有要以台语？即款半正白的做法，罔应付的态度，嘛简单拄到台语的时，因则敢安尼？毋信？无，你去找因的英语新闻来看，看敢有即号做半套的情形。无啊，纯英语的拢无透水。毋则讲，咱呛因拄着台语就较凊彩，一点仔都无冤枉因。放兼，咱都还未讲到台语新闻内底台语思维语法。发音的错误咧，这个语言的部分，但同款会用伫摕英语新闻来做比较，就看会出来，因对台语新闻有偌尼啊放啊。毋免甲我讲，8点档有台语戏剧通看，迄剧情甲制作有用心无？咱且不论，做电视制作的。应该知影新闻是一个电视台上有代表性的节目类型，迄是一个电视台呈现家己态度、形象甲意志上主要的出口。台语新闻的现况已经予咱看见，台湾现主时的电视台是安怎伫看台语的啊？已经30天啊！阿伯本土语言的电视节目制作规范，早都杀去冷冻库啊！结果咱煞家己插鸡得鸡，30天的路，咱行的敢有5天应该爱行的遐远？讲起来，就是政府过去的政策错误，已经予华语霸权透过文化资本再生产，徛甲在在在啊！即马单纯要靠民间家己自觉来救治台语，未输生西拖拉机甲人教过，则甲家属讲：我即马未阁甲伊卡啊，要救做恁世间也有
遮含的代志。所以讲，咱要爱台语电视台，实在是天公地道。咱都要无讲要爱恢复语言多杀进程，四界拢讲台语的环境咧。就准咱安尼的要求，也无偌过分，敢毋是？总讲，这敢若是损害恢复教员的请求尔尔。啊，咱即马都无要求到遐，独独要成立台语电视台尔尔，刷一堆古老闭塞的伫遐顶夹硬歌，即款情形伫30年后甲看起来，敢无喊甲出水？